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什么店值得我连续两年有到厦门都会去吃的一间快餐店？我去年来过吃过他们的烧鹅，地道的广东味道，所以说这次来到厦门又跑来这边吃，指定这一餐。会在哪里？在火车站附近，思明区，都是蛮干净的。看看它的价目表，价格不贵，我们点了比较好的鹅腿，还有很多鹅腿有冰，差到很少的话，就去吃吧。烧肉。烧肉，烧肉，看到了。舌尖上的餐厅推荐厦门是推荐美食哦，看到了。啊，总要吃东西的。免费的萝卜汤，味道还不错。剪的头发帅不帅？第一名就叫他笑。美食上桌，这么大一份，一只鹅腿，这样，人民币35块。红猴啊，猴啊，我只会讲这个情况。好了，要吃了，给你们看，这就有卖相，这个也是，这是，这是鸭腿还是鹅腿？鹅腿。你那个比较贵哦，5块钱多那一块划算，少弄那么大一块多5块，我不知道啊，给我10块烧肉，这块好最方便，好吃啊，好吃哦。那你再去直接拼一下那个烧肉，对啊，全包了。这个猪肉汁上好味道，佛山的广东人做的，鹅肉吃起来怎么样？放咸啊，咸会下饭的。吃完了要离开了，好吃，到下面一个景点去了。这间店是位在厦门火车站附近，那它的东西我是推荐吃他们家的烧鹅，真的是味道蛮地道的，还不错，有机会来品尝看看。好的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关注我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